潮州三天自由行下集，今日就会带大家去坐呢个三轮车，游览呢一个潮州嘅古城嘅景色。游完景色之后咧，就会去呢个在阳茶馆听歌，同埋睇呢个潮剧。咁夜晚就会带大家睇呢个灯光 show。搭着酒我都好听，酒会好啊！搭着酒会，宝山大哥也叫卖黄哥啊，叫宝城嘅大街，系系讲讲，听唔听？上车机来到时，我是十二分钟左右。嚟到呢度十二分钟到。啊，我拍埋啲嘅位。阿兄，你做一个地啊，就招到地个地方啊。八零块。八零块啊，哦，我山头啊，阿妈。山头喏，山头我。我都景啊。山头就八六米啊，六十。哦。嗯，野招呼是菜六瓦呢。哦。也在当水手就开始有。哦，但是还是分的是行销，行销啊。哦，这个都冇咩病啊，这个。诶，这个好病啊。哦。这个好病啊，是卖布、散布、船头、一捏野蕉。哦。因为外地土司是到广东啊。哦。广东那外到福建啊。福建是漳浦啊，叫安。哦，我唔飘啦，我唔飘啦。我六七岁就去香港啊。哎呀，六七岁你只话只条，佢先冇读过。啊，是啊，都冇打都冇咩打，听就都打慢，我最好听咯。你啊打袂打，真系会。只系袂好打啦。会打喎。会啊会啊，冇假冇假意啊。啊！冇打都叫啊！那野招啊，都打皮珠，都打皮珠啊！哦，咁你打你讲翻呢个普通话啦。嗯，我跟你介绍是潮州普通话。哦，可以啊。你听得懂？听得懂。可以，听不懂就应该讲这个我们潮州的历史。是1600多年的，从隋朝以前就有，但是开始发展是唐朝，发展最快是明朝。这个古老领导呢是放在广东省，在广东的各地区设，广东的就是梅县、汕尾、汕头、揭阳、潮州，这五个地区设在广东的，福建还有两个县。福建是漳浦跟道安，漳浦县跟道安县。我们这个古城是80年就批成古城，跟银狼丽江啊后王的古城一样。重开，他两个古城是批成古城就搞旅游，我们这个批成古城，我们这里的领导讲就讲。靠近沿海，发展经济，旅游不好啊。旅游不，当时是不知道旅游是怎么回事，旅游咋样赚钱？这个等到98年啊，98年，一个来当书记的时候才看到他们的旅游事业很好，他讲啊，云南丽江凤凰的古城旅游事业很好。我们为啥不搞？我来当书记，经济又搞，旅游也又搞。从他来以后呢，这些老方子就是只能修建不能改建。哦哦，你这个98年建高楼，建起就建起，98年以后就不能建。哦哦，加上你有一去过云南丽江。凤凰古城呢，它古城的房子是统一高的。哦。统一高呢，一般呢就是2000年啊，这个是你的，政府讲哎，哪些领导讲哎，这个用你的，你出去，那你就钱拿以后出去外面买房子。哦。
我们这里当时是没经济，有经济也是这样的，这些就皇者就统一的哦。现在这些在来我们这里这些皇者都是私人的，你如果去云南丽江呢，皇者是国有的。这些附近呢，就是2020年啊，习近平主席来以后呢，中央出钱来装修的。哦。外面装修没装，里面没装修。啊。哦。哦。要不然，里面有的花茶厂，有的在外面刷的很。哦，真的没装修。一条街古老叫西街，那边有一条东街，中间大街，大街就是现在的牌坊街，牌坊街总长2公里，23个牌坊，连接这些小巷子是53条小巷，这些串过去啊，串过去都是牌坊街53条这样串过去。哦，咁咪我哋行呢条啊！我们第一个景点就去看其中的一条小巷，叫假壁巷。假壁巷。佢因为佢激压会着痛啊！40公里啊！这个海气啊，40公里。这山头就40多。哦，山头写了。又那个加台停海30多。哦，停海30多。好靓呢，好靓是80多还是90？哇，好靓就五啊！哎呀，直到今年过去哩。哦。我就跳阿妈，我睡了跳阿妈就去抱靓去，抱靓家去。一一到我就到，哇！六七个钟头呢。你去北京的时候就是逛胡同和四合院，但是在我们这里呢，这一条街呢，有人讲状元街，状元是第一嘛，甲也是第一嘛。大批的人都给他做有钱有色一条街，这个是有钱人家建议就这样，就是你有钱买地建房子，我当领导的也是买地建房子，后代就在这里住。哦，这些现在都是他后代住的，这个是视频的观念，大户地，哦，相当于我们现在。相当我们现在的有钱人级干部，已经做，也是做官的嘛，是吧？做官的，做官的啊，仲有人住的，有人住，以前做官的嘛，做官的嘛，啲人。像现在这些呢是省级干部，哇，这些要干不同行嘛，这些就是你在中央当部长，我在地方当领导。我去中央开会的时候呢，
啊，就到你家，因为我们是老乡，到你家乡去拜会一下，拜会一下再喝。我们这里是喜欢喝茶嘛，喝茶的时候就讲哎，这个华强这个已经告老了，又准备回家买地建房子，那你又回买地？回家买地建房子，我也要回，以后也要回家买地建房子。哦，算了，我们一起去找地方，找地方以后买地建房子是怎样的？哦，这个是高阳旧家，这些就是，我这里我是本地的，我是这个县管，你又来这里买地，那我的朋友呢有钱，也卖地给他。这个是高阳，是河北的，哦、河北高。从河北来这里发财，以后好像阿哥你一样，你到香港以后能见到皇城，你就讲你结阳救家，就是讲你、哦、你的儿孙呢，如果要去找正主归宗，就去结阳去找。你快点建一家，哎，纪念先祖嘛。哦、这个是摄政地，是财政的，相当于我们现在财政部。财政部啊，二品正二品官员。哇，好靓啊！好靓喎、啊！呢度啲行入嚟啊，第五行、第六行，哇，全部都高官嚟啊！呢度，这个大户，大户大，哇，咁多大户大啊！大户啲是四品。哦，耶罗崇拜，系啊，两个拜可能全部大户大喎，好多大户大喎，哇！这一条街十个当官的，哇，十个当官，最大在这里。哦，一品官，但是这个赵地呢，这边赵地就麒麟，我们古老社种吉祥物就是龙、凤、麒麟、玄武，龙是王上，凤是王后，麒麟是当官，玄武是长寿，长寿就乌龟，乌龟没人话，加上你没当怎么大的官，整个树不能种在这里，这个树在我们这里就状元树，就是古老你种状元的时候，王上栽这样的。寇此古子，原名大隐庵，后名寇此庵，创自唐朝，自1990年至2003历经13载，由住持释宏生全面重建并扩建东院，规模宏伟，瑰丽多姿，以其寒月大典会晤圣地、八一南昌起义军司部住所、罕见仿唐建筑而声名甚著。1980年被列为潮州市文物保护重点单位。李措慈，黄埔军校潮州分校旧址，位于中国广东省潮州市市区，是潮州市的一处市县级文物保护单位。该建筑为近现代重要史迹，代表性建筑，首次公布于1987年12月。送多少？打我哋买手信啊！有
许马府是北宋太宗曾孙女德安公主马许的府邸，位于潮州市商桥区中山路蒲桃巷东府城。唔使俾佢噶啦。1997年，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09年，作为民族博物馆对外开放。相国门第。哇，咁高咩？造鸦片的时候，虎门水蛇的提督就招新的家里。我知道，因为他得罪了这个招新王上，是封他一品大将军。扁高就拿来呀。最后呢，得罪了外国人，就你回家，回家，回家才来到我们这里当这个总兵。总兵就相当于我们现在武装部。哇，都大了。现在是他儿孙在。知道啦，知道啦。海洋县鱼学宫。即潮州文庙、孔庙，位于潮州城区昌黎路和民星路交界处。海洋县儒学宫始建于南宋绍庆年间，景炎三年1278，后屡有损毁和重建、增建。虽历经沧桑，现存规模不大，但其主要建筑大成殿仍完整地保留了明初粤东地区殿堂建筑的风貌特点。
开元寺全名为开元镇国禅寺，为佛教全国重点寺院和皇家寺院。开元寺建于唐玄宗开元26年738年，期间经历了多次重修，是现存的四座唐代寺庙之一，建筑风格为四合院建筑群，占地20000平方米，设有金刚殿、天王殿、大雄宝殿、藏经楼、观音阁和地藏阁等。大雄宝殿是由唐代建成至今，寺内香火鼎盛，并收藏了唯一完整的大藏经版本。广济桥，俗称双子桥，位于广东省潮州市双桥区东门外寒江，为古代闽粤交通要道。与赵县赵州桥、惠安县洛阳桥及北京市卢沟桥并称中国四大古桥。广济桥位于寒江之上，设计非常独特，最两边是石墩，还有精美的亭台楼阁，中间则是18座古浮桥相连，在浮桥上走一走，感觉十分奇妙。每天傍晚为了让货船通过，浮桥还会收起来。广济桥夜间灯光秀正式名称为凤城之光，是广济桥非常著名的亮点，在每天晚上下午8点举行灯光秀表演，因伴有潮州大锣鼓演奏而被潮州民间起歌昵称当当当。广济楼始建于明朝洪武3年，与竹木门城楼、上水门城楼等6座城楼并称为潮州城7城楼。现在的广济楼是设计者采用落架重修的方式，根据清代的潮州古城图与潮州遗留的明代建筑形式恢复建成的，有非常深厚的艺术和历史价值，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Thank you.
Thank you.
春天你的诗人不能不能你我的心Don't be afraid, even if the world feels lonely and dark.
I will embrace every side of you and love you as you are. If I offer you my world, will you answer me honestly? Will you be there?If you tell me all your secrets, if you show me every scar, don't be afraid even if the world feels lonely and dark. I will embrace every side of you and love you as you are. If I give you all of me, will you cherish what you see? Will you be there forever, just you and me? 感谢观看，记得订阅。香港背包有新视频第一时间通知大家。